愿意不愿意？他说台湾澎湖对我没有关系啊，我当然是赞同啊，啊，你跟我盖一条，就是这样。那么尤其啊，中共在中国在徽州地区啊做了很多盖机场的啦，盖公路的啦，完成了很多啊。这些是什么？主要他要利用这些啊来花钱啊，啊来造成这些事实，然后再来买台湾。好、哦、啊，这个啊，希拉蕊，这个我们不讲了啦，哈、哦、啊，这个诸位钱我们也不讲了啦，哈、哦。来看看这个，因为这个跟前面比较有关呐、啊。来看这个，这个什么？啊，第一次看到了，举手一下好了。国防部啊，好，谢谢。签到大主去了。国外特区啊，不收钱了、啊，啊，国防部签到大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准备，原来总统府这个是日据时代的留下来的，是不是日本要来接收了？他赶快让出来。啊，大家去思考这些。哦、啊，这些2014年11月哦，9号，现在是2015年啊，5月多了。那大家看看，几乎一般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也不给你知道，再来看刚刚我们介绍的罗氏，这个东亚美国东亚驻厅叫做罗氏啊，这个罗氏他说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年，他已经这样讲了、啊、大家现在来受信，正是时候。因为如果2016年确定了有台湾民政府啊，跟流亡政府采两个政府制度之下，那你们可能你们要来受信，可能的报名都报名不上了，外面都在排队了。安尼大家。来，即马来上课，安尼有福气啊无？因为我是第一期的学员呐、啊，第几啊？第几啊？啊，所以阮变足久啊！哦，啊，希望感恩大家来到三江。他当了回来又当了国安局的秘书长，当不久他说身体不好又要先跳船了。哦，立委主义嘛，先跳船啊，
帮忙马英九安排救生艇。这个是2月7号发生的报道。好，当然这个是，这个都是立委嘛，哦啊，这个，哎，这是都是国防委员嘛，哦，立委委员他们的，那么不幸呢，它是健康的因素。这个什么时候？3月6号嘛，哈。啊，报纸出来，那就是3月5号的事嘛。啊，3月4号，他3月4号，总统才任命总统府的资政。您大家想看卖哩？3月4号任命，3月5号就叫出去啊？是安怎？那遐拄好，咱大家去想哦。咱咱是2月28号。在美国告奥巴马跟告中华民国，去告美国又去告，告过了了，消息回来台湾啊，台湾啊，接近啊，他要叫什么人去处理这件大事啊？欸，不然才去想到说江宜桦啦，以前江宜桦想说要回来，回来台大又教书嘛，吼，台大那里说，你已经那个借调的时间都过期了，从头来，这样大家不知道，知道说借调的期间了后才要过从头，你要再入来要从头来审查迄、那个你的任用资格啦，一个大学吼，要入去拢安怎呢？唔是讲系主任，啊是讲院长、校长讲好，你入来就入来，唔是安尼呢？一定有一个制度讲，即摆要请这个老师先调查看卖，咱系里有需要无？所里有需要无？啊，来讲有需要。这个人以外，各方面的表现，咱会接受无？啊，若会接受，即提到系的系务会议开过会，啊，甲系教评会，系一个大学一个系内底有一个系教评会，系教评会讨论通过后。报到院，院的教评会通过后报到校，校教评会通过以后，才给系里面给人事室发聘，是这个学校聘用的制度。啊，迄阵啊。一个老的行政院，无要等下学校，我拄啊太阳花事件以后，一个下面，咱遐太阳花拢总的啊，因为要做立法院，啊，到尾要去公啊行政院，啊要已经公立啊，这个下达用警察权。驱除这些学生，
所以学生反抗的这个老师太没有遵守这里有这个规定，因为学生没有枪也没有刀也没有棍棒啊，你就是用武力来用镇压哦，警棒啦水蛭啦怕干呢所以当时候一个不要想要回去要回去台大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了后他那是在等嘛那里刚好我们去告中华民国政府他们才说这样要怎么无赶紧去找一个人去，三月七日就走啊呢。三月七四，甲封关；三月七五，坐飞轮机就出去啊呢。什么人去甲送机啊？这足重要的，什么人去甲送机足重要的。这什么人去送去？王卓金啊！王卓金是啥？警政署长嘞。啊，因两个站伫边啊，遐警察咧过关卡，看到因头家来，大家都讲话惊嘞，都好啊，干咪讲停嘞？你的卡棒开看卖，有带什么资料出去啊？无？敢唔敢？一定不敢嘛，是不是怕公务员就出去了？这一定的嘛。啊，出来干嘛想？伊干嘛去走去纽约迄个哈佛大学啦？啊，主要是伊也赶紧去请律师啦，走去哈佛大学遐看，请到这里律师来做答辩的工作嘛。啊，实际上吼，因头爸破病到要死要死呢，出去无外久，讲因老爸死去啊！啊，真正伊无走，那照一般来讲，如果咱啊无去甲告，啊，凡是伊凡是这也未走，直直拖拖到因老爸死了后，可能看会去。一定会告因老爸嘛，啊，所以讲，我着爱去就去啊，啊，去了后，伫美国阁听讲因老爸死啊，啊，再阁转来，啊，这就是啊，江宜桦，好，大家我了解一下吼，这啊，这样足心笑的吼，这足心笑的。咱去过了后啊，咱是三月十二在美国要办什么？您再去第一堂，您大家有看咱去美国那个国际记者会来的，您有看到了吗？吼，啊，看那影片啊嘛，有啊无？啊，你看这个时间，大家去思考，有当时啊吼，世界迄个各种诶动态吼，咱来考虑这个时间的观点，啊，咱来做判断。以这个三月十三翕出来，对啊。三月十二日发生的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迄、那个咱头拄啊，咱头拄啊，这个江宜桦去啊策划，咱知影咱甲过了后，伊才去邀请这个什么，这个。应该来参加咱的记者招待会，这人
你接一下，外交委员会主席呢，罗伊斯呢，应该也要留在美国听咱的啥记者招待会嘛，对不？正常按得对，不是啦，把他们叫叫来，把他叫叫来，叫来带，叫来来台湾啦。啊，叫来台湾创啥？因讲啊，恁来恁来，啊，阮这拢阮甲恁招待外宾，啊，恁都足爱科批的吼，哦啊来，甲科批安排，哦，一个去会见一些啊党外人士啦，吼、哦，啊甲打算的吼，哎、哦啊，大家足趣味科批的吼、哦，啊，当然这个主席是这个啦，哦，罗伊斯是这个吼。哦嗯，这里、个、啊，这话足趣味啊，安怎趣味呢？科比讲，伊科比有讲哦，咱来看科比安怎讲。去见到面，然后科比甲讲吼，伊个伊在问讲啊，你是安怎选的赢啦？伊讲。爱游得比鲨鱼更快了，这个大家思考看麦，想看麦，安尼伊是毋是讲伫水底的代志？水底，你那是人呐受伤，鲨鱼都挖来嘛，对不？偏到人体的迄个。味迄个血的味道啦嘛吼，伊都咱去看电影咯，咱甩出这里都来啊嘛吼，伊都讲都爱游得比鲨鱼更快，都别去用鲨鱼夹去啦。有影呢啊无？哎、欸，想想的够有影嘞，这个科比真的不得了呢。是安怎？咱敢抹黑啊？有无 ？M1149 有啊无？嚯、哦，这里是会计师全国总工会的理事长出来跟他抹黑，这里咱哪个邀请来演讲的呢？嘿，罗斯雷，咱差不多完迄个时阵吼。咱李三伟遐，哦，我有请伊来演讲，讲的拢是吼、哦、正义吼、哦、很好听的话，伊去抹黑啦。我那要安尼讲，你知哦？会计师，迄、那个工会咧请，迄、那个年会吼、哦。我有参加嘛？啊，我有参加，看到啥？罗斯雷啊，去邀请连胜文来啦，一道敬酒啦。啊，去到遐，我甲话讲加油啦。我坐伫倒伫内底啊。啊，早起伊都甲连胜文都拢讲好啊咧，要甲斗三工啊。啊，所以讲去想到讲。用会计师专业的身份，使人家可以相信他讲的话，又是账务的问题，一定是有问题的。这实在足夭寿了、啊、根本伊都无这个代志啊，所以吼，迄、哦、是啊厉害。我讲甲咱新德州的叶贤聪啊，以前的迄个州长啊，蛮厉害的。伊要离开以前，伊把所有的迄个所资啊，把打伫伊迄个做啥？新竹州的办公室，我拢把打出来。啊，迄个是啥？透明嘛，公开嘛，
哎、欸，啊，考比我比较慢呢，所以咱叶前聪我去甲大打出来，啊，我哪会知？迄阵啊，讲叫我去建交啦，啊，我去做建交，我去看到讲，啊，甲大打出来，吼、哦，啊，考比那是用这个方式呢，所有的收入吧，啊个。M 一啊，一四九的所有的给大打出来，甲伊以前的迄、那个怎啊心想，我拢给大打出来。确实，互你去查，无这个代志啊。所以他就要游得比鲨鱼更要快。过一个代志，大家唔知道了解无？关于在卖器官啦、啊。有啊无？哦，啊讲有一个要做啥？美国一个学者一个著作的物件啦，写到伊啦。哦，迄实在，你若普通人吼、哦，安尼就倒啊咧。真正安尼就倒啊咧，哪会遐拄好？美国迄边，一人，你甲到科比到协助。两天啊，把那本的著作啊，弄翻了好势，寄回来。也寄回来，也用电脑的是，一按几分钟就到了嘛。所以，那是讲足多人在甲 copy 到三天，所以讲他要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就是讲，各因这个律师团啊，赶紧。下一个要做啥？迄、那个稿件和这个著啊，这个作者，美国这个作者，这个美国的作者又证明根本科比都无这个代志啊！公告出去，我遐只水只暗起来啊！以前小英都无遐多啊，小英迄回看讲安怎咧？哎、欸。人气足好的对吧？两个小猪啊，三个小猪啊，好啊，运气看因大家呢好，大家就热络啊吼，啊个已经他啊风气都造成了哇，去何啥？去何人造假啦？迄个叫做。刘易如迄个宜昌案呐、啊，迄、那个日记去甲改一下，安尼啊，甲即马刘易如也被判了。这黑头像，伊就是那科比讲的，要有天命，要有运气，要有努力，所以科比会很顺利当选。他就是那么多人在帮助他，而他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就是这点啦。安尼大家清楚无？人家抹黑没有关系，要赶快就啊那趁这里有做小英，我以下的人才无法度一挂人家。宜昌案，我赶快把那个正式版全部啊公告，啊，伊予人底下咧画画台，才变讲阿姊呢咧。好、哦，啊，这就是因为可能是小英没有天命，嗯，啊，无迄阵啊，足好咧啊，哦，迄阵啊，风气啊，伊。哎呀，一个第三民公诶，高雄市诶，做啥？三民公园咧讲迄个话吼，美国人家气着咧讲啊，你这个会输80万票啊！甲咱秘书长讲，啊，秘书长啊宣布，哦，好、哦，这是我安好大家知影这里吼。啊，咱美国国安
啊，人员吼、哦、亚太小组的迄个主席啊，吼、哦，那么啊，麦艾文强调啦，吼、哦，第一，美啊要确保台湾的安全，蔡，这个就是蔡英文的竞选，啊，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似乎啊，这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罗氏啊，哦，咱头都看过，这罗氏啊所讲的啊，要给台湾人啊，这里啊，autonomy 的词啊，自治啦，哦，那么因为一算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嘛，啊跟。选的不是台湾总统哦，哦，也不能啊，是不是我们自治的啊？一个这个就是在啊国安局的官员呐 啊已经这样强调了啊。实际上，别个讲这个就是别个讲，让大家了解吼、哦。科批咧算的是连战功奖，大书库。马科皮公，你是黄明对吧？啊，郝柏村过来马下，你是怎么样？黄明是不是？他们只骂到这样，要给谁听？要给他们啊？第二代的人听了、啊、但是后面那一句话没有讲完，我要他接的就是这样，因为柯P是黄民，所以不能来选我们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长，这样大家不知道清楚吗？黄民啊、我们在流亡政府的首都市场，你为什么来跟我们选呢？你就没有资格来选、啊、他是要喊给他们第二代的留下这些人，你们不要投给他，他是黄民啊，他不能来选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啊。但是他都讲一半没有讲完啊，这就是安嘛，这就是事实。好、哦、啊，这哎，好，大家清楚了哈、哦。这个要当总统哦，没有天命也不行嘞，不是每个人哎都能够。好了，这个就是要看。天佑台湾了哈，天佑台湾。好了，这一点给大家看看，因为哈、刚刚我们开场白的时候有讲到，柯P在。台北市在举办那个叫做啊救难演习的时候，有出现，我刚好在看电视看到日本的国旗，就是说日本有派专家来参与在指导，这就足奇怪啊！那我的感觉吼、哦，是真奇怪，安那真奇怪。美国啊，对柯P有这么兴趣？日本台北市的救灾演练，会因派人来底下。在参观，还是在指导，
这您大家想看看，大家用脑子想想看，是哪样呢？流亡政府的高阶层，因为唔知啊吗？啊，那个科批台北市咧做演习，日本的派人来，啊，那是不是台湾跟日本有相当？关联性的存在，啊无吃饱受用哦，别个国家的代志，因来这要创什么？哦，这好，大家去思考这个吼、哦。啊，当然，这个啦，这个是安倍晋三的胞弟啦，这个啦。就是岸信夫，岸信夫是安倍晋三吼，迄个做啊首相的胞弟吼，所谓胞弟就亲弟弟啦，同啊老爸系统吼，啊马英九，伊的目标。是要把台湾带去给中国，啊，你叫国际化、战争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要用买卖的，看有可能无？所以你要用安怎是足困难的。伊即嘛，你借走啥？有时候我感觉王金平我无啥好运的款啦。我是哪会安尼咧讲，你知哦？我这是我的想法哦，不一定完全是正确哦。我的想法就是讲，因为王金平安话，政无偌久啊，头都应该是。三月我四月遐去日本一撮，你唔知知无？有啊无？啊，伊那时啊去日本，大家思考看卖，一个国会的议长要去日本，日本若无相当的人去个安排去个邀请，伊会撮一挂不同的。议员的党派过去，大家去想这就好啊！啊，日本刚吃饱，遐员工凊彩讲啊，恁的国会的议员，你带一点来，我来甲恁交代一下，敢有安呢？我伫里咧想吼，甲啥有关系呢？因为日本人吼，拢有这个礼貌啦。有时候，阮老爸老母啊，咧以前我敢讲吼，咱人啊，拢爱有报恩的心情啦、啊。哪些人提拔我们？哪些人甲咱照顾？咱拢爱去讲答谢啦。因为讲到这，我才讲一个啊，大家有电脑嘛吼，恁上网。一四个一，人力银行，哦，四个一，人力银行，世界名人小传，世界名人小传，张文燕，甲点落去，我遐都写我的格言啦、啊。好、哦、啊，因为遐我写较详细，我为学校，吼、哦、啊，甲我经过的一挂甲牵线的人，甲我斗三工的人，
我拢有去甲感谢着。好、哦、啊，即句我都有这个思想，我唔在咧想讲，无代无志。王金平会去予日本邀请去日本，咱大家咧想，王金平有对什么日本有贡献？大家想看卖，有啊无？爱有贡献，伊唔在邀请，你爱去想有贡献的啊？想看卖咧，伊有什么贡献？太阳花伊都唔用警察钱啦，安尼有贡献无？大家搁想，太阳花因是要安怎？免表，迄讲到一分钟啊，表决要通过迄个什么？你迄阵啊，迄阵啊，伊若签落了啊，我中国来遮设办事处啊。以后日本要处理的话，就麻烦了。啊，这地是日本的土地呢，啊，是不是伊拢唔使用警察钱？底下无被啊，较济讲要偷一个月时间嘛吼。去予学生啊占掉的，伊都无要认，啊，若要使用警察钱，遐大家光光出来啦，啊，连个若通过，啊，我咧想啊，因为阮老爸老母甲讲，咱拢爱感谢咱以前有甲咱提拔的人，甲咱照顾的人，咱爱甲感谢。啊，这是日本的习惯嘛？啊，日本一定讲啊，因为台湾都阮天皇爷，啊，你甲恁保掉咧，较袂以后要处理遐麻烦。啊，我甲你邀请恁再来一抓。我的思考是安尼，唔再去。啊，去顿安怎？因为伊卡马英九咧，马英九要甲佮调去嘛。啊，佮佮袂掉嘛，爱佮做些代志，也佮去啊，所以哦，类似安尼，当然马英九无欢喜啊，啊，无欢喜吼，当然因来吼，因来找唔着人啦，因安怎来找唔着人呢？因头讲啊，阮头开始要请来，阮甲王金平较熟啊，来台湾就去找王金平啦，找了再去找。马政府啦，再去找马英九啦，所以，因咧想讲啊，都因都交代到王金平啊，即马来啊，都先来找王金平啊，找了啊，再个走去找啊马英九啊，当然马英九都去配面了嘛，他什么人咧做总统，所以今日。因走，因这些人来，有达到目的无？无啦。起码，那是五月十五就开始实施啊嘛。管制日本的迄个食品啊，哦，类似啊。伊马英九是要制造仇日的，迄个要予咱这些台湾人民。有对日本的思想反感，实际上我所知啊，在日本的时代对人民啊足照顾的，结果是安怎苦流离高岗啊，安尼尔呢？迄有个人一定唔知啊嘛，人无讲话你听，啊无讲苦流离高岗，啊这都事实啦，啊我七十五岁啊，他。但所以我很清楚啊，哦，因为我都讲，我叫阮老爸叫我道上，叫阮老母叫卡将，哦啊，但我是什么人？哦啊，这
伊安怎？伊讲，吼、哦，伊讲是安尼，讲讲了真好，但伊科学吼、哦、兼顾有余啊，解决了。啊，实际上他是排日的，他是仇日的，要把它丑化。这个我们从整个状况都可以看出来。啊、足感谢吼、哦！我首先要讲这个苹果吼、哦，苹果这个报纸啊，是香港过来的，吼、哦，伫香港过来，可能四年外前，咱都啊上课了后，哎。因呢，讲政治记者来，四年外前哦，要来跟咱访问哦。我迄阵啊，我伫咧啦吼，啊，要访问秘书长，啊，秘书长就去传一套册，我会记咧他七本的款，啊，创一个抓落个地咧有他看的吼，讲啊，你要来甲阮访问，你要访问啥？你也无了解台湾民政府啦，我这的资料，恁提登去看，看了后，恁再来访问。哎、欸，遐物件提登个，啊，差不多我差不多啊，前一两礼拜才来，迄、那个当时五月三号。啊，当然，好提灯诶，一灯诶，一定灯来看嘛，看看咧。因即摆要来访问啊，所以因写诶，我较正确，所以袂讲乌白讲啊，袂讲乌白写吼。啊，但是这篇啊，拄啊出来时啊，迄、那个。话多啊！我伫咱尤先生遐咧坐啦，啊，秘书长也伫遐看到这张，我甲讲，这张咱也要去订啊，头爱开咧头到100万以上啊，因为它是什么 AI 呢？AR 什么叫做 AR 你知道吗？也有前面那个就是 AE 啦，翻过来就是 AR 的啦。一定要报100万啦，啊，当然他报的也蛮中肯的啦，他只用唬的啦，哦，讲啊，你那讲好难啊，哦，4万，哦。哦，是吧？啊，事实上有这个数字啊。哦，一讲讲咱河南的，所以我们才讲，拜托大家啊，咱那是伫这40000人内底啊，一个国介绍10个来，咱就达到美国国甲恁要求讲41万来领台湾身份证啦。安尼，大家回去。客家语的拜托好唔好？感恩啦，感恩啦，吼、哦，大家加油啦，感恩啦，吼、哦。一个咱家的4万人，啊，一个介绍10个人，啊，咱就41万啊，啊，咱就，确实咱的目标全部都达到。甲美国讲，我就排在这边嘛，我按照你的规定嘛，因为美国人甲咱答应的。袂乌白讲，美国人诶做代志袂乌白讲。啊，那中国人咱唔知啦，我那讲中国人咱唔知，中国人就是上台讲一场话，下去又讲下面的话。真正吼、哦，真正啊，因为我做老师吼、哦，比较会守这个规矩啦，我不会我。在台上也都是讲正确的话，
台下也讲正确的话，所以不会我别来、哦啊、因为我们我跟你说你要查我很简单嘛、哦、上网去查就好了，我怎么知道我别说你、哦、这样、啊、当然可以去看这份报纸、哦、有兴趣、哦、去看这份报纸，实在我个感谢啦，伊有报得比较中肯一点，因为伊那无写用符的吼，哎、欸，阿伯讲，写甲你禁刊嘞，你知吼？禁刊你知吼？我是凡写写迄个怎啊？迄、那个诶，唔、欸、好你阿伯写迄个牌照才唔发好你，你后边后边有怎啊？这流亡政府的怎啊？那讲台湾民政府咧告流亡政府的，那个迄个外交部长看看的，国家大都等来讲写自述，这个代志恁大家知无？我顶礼拜拜一坐高铁碰到咱一个立法委员。哦、啊！我甲讲这件代志，我甲讲吼，请你去咨询啦，叫外交部长来咨询，我要让因知影，咱外交部我足闹鬼的代志。啊，这第一个，我跟你讲吼，这里是啥？你知影？第一个时间，秘书长阿蒙讲：“哎、欸，阿姨那有这份，我还不做，哎，我来看了遐大号。第一次看到时候，秘书长跟我问说：‘哎、欸，啊，这敢当提供的好鱼？’我不可能嘞。哎、欸，国家看看了啊，讲因我来读初级班。”来这上课，但是伊无上头无表示伊是记者的身份，伊也入来这交6000块上课了后，讲啊，都阿咧分国旗，初级班上一面国旗，啊叫人讲爱甲翕伫阿上，才会知影讲，哎、欸，阿秘书长甲讲，哎、欸，我哪会遐好，咁啊，哦，啊，这就是，啊，你看。因是不是来这受训了后，我会感受到讲，咱确实伫这是要予台湾未来子孙过得较好，拢是这个现象嘛。哦，啊，这就是予大家，啊，恁看到这，到这嘛。恁的生活安怎？是毋是长的？一定爱叫较少年的，爱有专业的来上课，安尼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哈，谢谢。咁，啊，这我就是讲，即卖是四月嘛，啊，日本我是足感冒的呀。啊感冒你都无法度啊！你望政府那一边都啊，你那是无一个办法。但是咱从科批的迄、那个做啊救灾演练来的，有日本的人员参与，我的判断吼，我的判断，后回我。可能用啊琉球的模式把台湾返还日本，由日本再来辅导我们。
慢慢来完成我的想法。啊，那安尼是啊，美国唔只叫咱，我今仔日暗时咱伫日航公司底下做酒会，这拢是美国的安排嘛？那是要去予美啊日本知影讲，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指导下，未来要协助日本来完成台湾归还给日本天皇。我在想，这拢有这个步骤伫咧。咱大家用脑筋想想看，不然哪会遐熬？伫日本的外交迄个杂志上去做这个广告，咱会派一群人去日本。我去日本啊，尤其去十二月，甲大家宣布十二月二十甲二四，已经四年啊，这个时间拢去日本，啊去日本创啥？拢去拜咱遐个做先人啦、啊，等于。为日本战争时的本土台湾人39,100个，啊，咱拜了后，就去日本迄个阿重桥位啊行入去，压这个旗啊，四年拢压这个旗啊入去呢。以前咱无去，以前啊，因遐个旗啊，清一色个啦，拢安尼啦。第二年入去啊，咱第二年入去，咱也安尼入去啊，啊，互咱入去啦。因遐个报社顶出来啊，是安怎呢？甲咱这粒啊，拢擦到红的啦。因报纸唔敢甲咱这粒。顶出来，因只啊较细，因只啊较细粒嘛。咱只啊呐擦红的较大粒嘛。啊，看起来都甲咱规粒拢擦红的啦，第二啦。啊，到尾第二年去，伊就无安尼做啊啦。所以讲，有兴趣要来甲日本天皇说啊，讲天皇陛下万岁的人啊。咱拢爱穿咱的服装，吼、哦、啊！十二月二十甲二四，咱大家斗阵来去，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哦，啊那好啊，啊大家转去后、哦，小欠的吼，爱、哦、开38,000啦吼、哦，啊甲大家小欠的吼、哦，啊大家来，啊我已经去四年啊啦，今年。那身体因准我去，我也阁去啦。好、哦，大家我来做一寡创造家己的历史哈，创、哦、造家己的历史。啊，这大家有看过吗？哈、哦，这有大家有看过不？啊？这全国法规资料库哈，这拢。惠子安呢？这有看过吗？吼、哦，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哦，咱今晚要好看啊，这足济的啦，吼、哦、啊，这有看过都看过，拢惠子啦，啊那边都哦，这拢惠子啦，惠子吼，惠子哦，拢惠子啦，啊，这也大家知嘛吼、哦，这系啦，要。这就是要去平潭岛嘛吼，啊，这个共同政策，这美国规划啊，无咱也唔知啊，吼，这应该我系大家会
知影啦，吼、哦、啊！后来咱看这个影片，好了，平潭岛的影片，大家看过哈。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当官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娜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啊，咱今麦过来算破啊，这里受破坏台商哈。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哦，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哦，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
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这我甲补充一下吼，予大家知影。我外头应该是四五年前吼，我本身我是仲裁人，咱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的仲裁人。大家唔知怎样仲裁人的资格的取得啊？怎样唔怎样？啊，举手就好，那怎样人？哦，大家都唔知吼。我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仲裁人就是民间法官啊。所谓民间法官，就是讲你必须要具备一个专业，通常是爱助理教授以上，在学校助理教授以上哦三年啊，你可以去报参加仲裁人员的受训。受训啊，学分通过还要考试，考试要70分及格。我们考完了以后，我们的名册会送到那个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那边备案啊，来参加仲裁协会啊。我是仲裁人啊，刚好有机会去北京，他们是第一届在北京开的会。我到了研讨会完了以后，我举手问，因为他们是北京的那些法院的法官啊来参加了啊，我举手我说，请问哈，为什么台商在中国打官司的时候多判输？他们怎么讲？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啊？什么叫做中国政策啊？我联想到我在国外的时候，有跟上海的一些移民在国外的，他们说，在国小的时候，他们受的教育说，台湾为什么会比中国还要富有？因为蒋中正把我们中国的黄金啊都运到台湾来，造成他们的想法说，台湾的人拿到我们的黄金啊，你该死。我们抓到这个机会，这个给大家去思考，因为他们的人民大法官啊告诉我这种啊，所以要跟亲友一定会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赚到钱有机会赶快回来啊，能够留一个生命在，要不然以后可能生命就有问题哦，连命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哦。这个是自己要去思考了啊。我们很感谢大家今天啊能够在这边啊，刚好有这个缘分，希望拜托大家回去做两件事。一件刚才讲过了，去鼓励年轻的有专业的来报名啊，来上课啊，回去要回到桌里面进里面去邀请你们周围的朋友
来申请身份证。这两件事拜托大家好不好？好，感谢大家啊，今天到这个地方结束啊。